宝妈已经安全到家了，在任务结束之前，荣耀会派人时刻保护宝妈和家人的安全的。嗯，那就好。他走之前握着我的手，跟我说他看到我就好像看到真正的欧可欣一样。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欧可欣好可怜。是啊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。 他是最无辜的牺牲品，毒品真的害了好多的家庭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欧真海不是毒贩，那现在真正的欧可欣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尽自己该尽的孝心。我们之所以在经历不同的人生，扮演不同的角色。 深入到贩毒集团内部做事，其实啊，就是为了让这个毒品可以彻底的消失，让任何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。这既是我们的选择，也是我们的使命吧。哎呀，行了，刘大队长，这些我都懂，别再给我上思想教育课程了。 我呢，只想跟你抒发一下我心里的感受嘛。你都不知道，这段日子以来，我一个人有多孤单。明明你就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却不能对你说，我甚至不能跟任何人说，我只能自己调节我自己的情绪。有时候早上醒来，我都恍惚之间，甚至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，我是谁。 你真的经历了太多东西了，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。等你戒戒食之后，我要你好好补偿我。好。对了，我有一个问题。 想问你，什么？你要老实回答我，而且不准生气。这段日子以来，你到底有没有曾经一点点对我可惜？好了，别问了。我现在回答你，我喜欢你，因为你是荣誉。 你真回答。我们就说好不准，say goodbye。iQIYI Two Black Silly Bang，我的滴答的在。